还是雪碧？男人的自己告诉我，雪碧。来西，贾丽一整只鸭子。选 A 还是选 B？ A， 只要我一直选 A， 就一定会选到好的。来，先做个海胆头。选 A 还是选 B？ 选 B， 绝对选 B。来，先跟海胆一起挑战闽南语。选 A 还是选 B？ 今天 A 还没开出好的，我要选 A。 来先大牌口红一个。这几个色号我都有，拿给我浪费了吧。啊，都给我拿去买。选 A 还是选 B？ 当然选 A， 我选 B。 来先挑战人形摇摇车。海胆一起挑战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儿子。选 A 还是选 B？ 当然也不选 B， 我就选 A。 来先给粉丝写五一假期作业。评论区的粉丝，你们五一假期作业有哪些？评论区打出来。上期视频抠啥的都有，所以今天你们所有人当杨公子女朋友一周。啊！太爽了！我爸给我买口红。买。我爸给我买个包。买。我陪我洗一下头。洗。人家有宝马车。买。那人家有套房。买买买。不要了，地球女人一个都不能要。